来放松了啊！下面咱们讲这个 Serial 的获取配置信息。所谓的配置信息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咱们插面里面的这些信息啊？插面里面这叫配置信息，是不是这叫配置文件，对不对？配置文件里面信息在这里面配置。那么我们通过 Serial 想获取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信息，怎么获取呢？我们就用到一个对象里面啊，就叫 Serial 的 Configure 这个对象。那么这个对象我们如何获取它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获取它，我跟你说有好多种方式，好多种方式获取它啊。咱们先看这个代码来，随便找一个，咱们把这个点进来，它是不是继承了它了？咱们再点进来，它是不是实现它了？那么咱们先找这个 select， 咱们进来 select 啊，把这个点开同学们，它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 int 方法？这方法是不是参数叫 select configure？ 咱们刚才说这个对象是不是它呀？也就是说同学们，我们一重写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它了？这谁创建的？这 Serial Config 谁创建的？对，他不看了，是不是服务器创建的？现在我重写它，是不是得到这个对象了？这是第一种方式，听懂了吗，同学们？第二种方式 ，get Serial Config， 是不是也可以返回一个 Serial Config？ 对不对？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咱们再看同学们，上这儿来。现在这个 Serial 同学们，它是不是已经实现它了？它是不是也实现这个接口了？对不对？这个接口咱们点进来看一眼，看一眼它有没有啊？这没有啊，用不上，没有这个 get configure 是不是？它本身就是它自己是不是？啊，那没有。那咱们通过谁呢？ Serial 里面是不是两种方式就可以获取了？对不对？两种方式啊。那么其实咱们这个啊，是不是已经被它实现了？被它实现，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方法啊？一个叫 int 方法，是不是也有啊？一个什么呢？ get serial configure， 是不是都可以啊？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得到啊。那么这样来，我这个程序咱们改一下来，设个代码5吧，不用代码5了，再来一个。这么的，我新建一个项目嘛，day 08下划线01。下划线叫 serverconfig， 我是不是写 serial configure 对不对？ finish， 这些我就关掉了啊。来，在这里面右键我新建一个，是不是 serial 啊？写个包啊。大家注意啊，咱们写项目的时候，以后全都给我写上包名，里面再写类名。你要不写包名，同学们，那你这个程序你想访问这个类是访问不到的啊，你必须得写包啊。Serial configure 吧 ，CONFIG， 来，这里面说 SERVLET Serial CONFIG， 听你说 ，Serial configure 啊 ，DEMOE， 我把这改成小写就行了，这么写来 ，Serial configure DEMOE， 我简写了啊，能看懂不？能看懂？你看就行了啊，我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要得到一个 serial config 啊？怎么得到？第一种方式，听我说啊，在里面来，我是不是可以重写谁呀？ override 这里面没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 icb serial 里没有啊？但是它负极这个类里面是不是有啊？是不是有这个？哎，咱们把它重写就完了呗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个 configure 啊？来，这是点 config 等于 config， 是不是啊？保存，来创建一个局部变量，就完事了呗。现在是不是得到它了？得到它，下边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了？怎么去用？同学们来，我这里面啊，用它目的是不是咱们获取配置文件的信息啊？配置文件有咱们写的东西来，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叫 demo 5的？哪去了？都来单，哎，啊，不是接它，变这个是吧？来，这样来，我在 serial 里面咱们写的东西，同学们叫 init int from， 看不看到？是不是叫初始化参数啊？这里面有两个参数，一个叫 name， 一个叫什么呀？ value， 是不是这个？这样的东西。以后啊，你比如说咱们写随便写的东西吧，我从这里面配一个叫 encoding， 行不行？这叫 GDK 或者叫168都行啊，看不看到？
我是不是在这个 server 里面初始化一个就是这个编码方式，对不对？来，下面我要想得到这个 GPK 怎么得到呢？就开始。我是不是通过这个内部就可以得到 value 了？是。怎么得到？看这啊。输出谁呢？这样啊，咱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对象啊？这方法是不是自动就开始执行了？先执行它，是不是这个就有值了？有值之后，我是不是 config 点 get int prime 这个方法就是获取咱们配置文件信息的方法啊？我是不是写 encoding 啊？很牛 C 到这儿来，一粘贴就完事了。说 string encoding， 我是不是把这值在这儿一输出就完了？能不能理解同学们？保存一下。这个方法啊是什么呢？获得这个配置文件啊，配置文件中的信息的，能理解吧？那这个对象不用说了，它是不是就是专门操作配置文件信息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。等会儿来，咱们进去看一眼，进去，这是不是 config 啊？这个对象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 get int prime， 看不到？是。下面还有一个 get int prime names， 也就是咱们怎么的呀？哎，我是不是可以配置多个 prime 参数？我可以配置多个这样的东西，能理解吗？是不是 names 就可以得到所有 name 啊？对。然后把这 name 编列之后，是不是一个就可以？具体值了，我就不演示那个了，咱们了解就行了。来看一下这个，我重新部署一下啊。好，来看文末啊，我这是叫没部署是吧？新项目了，来，这个是吧？F 二，肯定 C， 到这儿来，这个下边的叫 S E R V R A T， 下边的叫Serverlet config demo 一是不是？执行 ，GPK 是不是出来了？你看出来了，没问题吧？这是讲第一种方式啊。后边两个咱们下午讲吧，方式二、方式三，咱们下午讲啊。